给我，来，快点，谢谢你，拿回你的东西了。啊，人参。 起来，起来，小姐，把行李拿下来检查，快点儿！喂，喂，嗯，早，请问什么事啊？英国领事丢了东西，所有的人都要搜查，查查看。是，仔细点啊！哎，把行李打开，动作快点。 什么？啊，灵芝，这个呢？熊胆吧？那什么？拿出来看看。什么？那个？人参。还有呢？没有啊。鹿角尖。那是什么？这是鹿尾。查过了啊。内盒呢？啊，内盒。啊，灵芝？不是这盒，是内盒。 啊！你背后那盒，人参你不是看过了吧？打开来看看，拿出来给人家看看，都是药材。打开，打开，打开！哎，长官，长官，他是我朋友，做正当生意的，他没有离开过，我看不用搜了。啊，你是什么人？啊？你凭什么说不用搜？ 查下一个车厢，到前面去。走，好。这个年轻人还真有点本事啊！飞鸿，好好学习。哦。飞鸿，把人参收起来吧。哎。你说玉玺不见了？中国皇帝的玉玺就等于英王的皇冠。 你们知道吗？这里所有的东西加起来都没有他珍贵。大英帝国的首相是我的好朋友，我答应过他要把这个象征着中国皇帝权威的玉玺放在大英博物馆里。现在你让我怎么做？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，马上把它找回来。是，律师，我知道谁拿走了，去找。是。啊，对了。 钢铁工厂的那些工人拒绝加夜班，你有什么办法解决？你放心，我会找个人去说服他们的，他们一定会老老实实的加夜班。哎，快去吧。是。奉先有令。 老爷，老爷回来了，回来就回来吧，大惊小怪的。啊，老爷回来了，我来。怎么这么久才开门？我在里面没听到。我来。哎呀，老爷，你回来了，一路上累不累呀？不累，不累。 继续啊！小马没打麻将，我打你妈的头！我说过多少遍，我不在家，不要给人家看病。哎呀，老爷，这不是你说的吗？医者父母心啊，人家都快死了，难道我能见死不救吗？不救你也不会答应的。
上输了不少。